上一篇的 Pipe Place Market， 女儿拿着手机看着 Google Map， 走了大概20分钟，来到了全球第一间星巴克旗舰店 Starbucks Reserve Roastery。这一间星巴克是全球第一间星巴克精选咖啡工坊，整个设计都偏向工业风。我们叫了 cappuccino、mocha、pizza， 还有一些 pastry。这一个沙瓦托披萨我们都很喜欢吃，中了三门。没有钱。西雅图游客区的这个停车费是真的有让我们大开眼界。很不幸的，我们从星巴克旗舰店走回停车场，超时了20分钟，就马上中了一张$65.5的罚款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车停在这一个游客景点区的 Shutter Great View， 走走周边的一些商店，然后看看那个摩天轮。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西雅图的 Museum of Flight 飞行博物馆。平日开放时呢，其实是需要票价，大概$25一个成人票。可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有提前做攻略，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四，他让我们免费参观。所以我们等到了下午5点就开始免费参观这飞行博物馆。里面有好多不同机号的飞机，还有儿童区域可以让孩子去探索。姐姐也在这边认识了她一个朋友，名字叫 Jake。 妹妹在西雅图病倒了，咳嗽伤风，我们就去了这里的药局。现在又不接你咳嗽的妹妹。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小区叫 Edmonds， 在这个 Edmonds Town 呢，是有举办了这个 Vintage Car Show。不像是一般的旅游景点，这个景点呢是在小红书上看到附近的居民去分享的，所以就说来都来了，我们就去见识一下复古车展吧。
去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佛号。很好吃哦。咖啡豆。